29日下午6点多，本所接获民众报案，有人遭偷拍的情事。经到场了解，在三民区安宁街一间服饰店内，联系女店员遭不明男客偷拍裙下风光。本所已调阅相关监视器，掌握犯嫌特征，目前扩大调阅监视器，积极追缉中，后续将通知犯嫌到案说明。